今天啊，参加欢乐城市派，心情啊既高兴又紧张。哎，这高兴是因为看到几位评委啊，又是咱们学习的好机会。哎，那这紧张是因为说半天了，掌声一点都不热烈。挺热烈了。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叫王小鹏。哎，我叫邝丽飞。哎，我们俩呀都是山西人。地地道道的山西娃娃，提起咱们山西啊，非常了不起。那是啊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哪句？十年的中国看深圳，百年的中国看上海，千年的中国看北京，五千年的中国看山西，真了不起。哎，您是山西哪的？我也甭介绍了。嗯，我唱一首歌，您猜猜我是山西哪的？那您来来。下青青下点个手歪歪子软呀呼儿嘿，拿起个筷子我对不起个歪呀儿哟呀儿哟。没听说山西哪个地方叫呀儿哟啊，这雅儿优在哪个地方？你真不懂假不懂啊。那您我唱的这首歌叫想亲亲，这是我们新州的传统民歌。哦，您是新州的？新州的。那佛教圣地五台山？我们新州的。中华第一关雁门关？我们新州的。哎啊，还有这么句话叫天下九塞雁门为首。嗯，这雁门关、偏关还有牛五关合称外三关，这都是我们新州的。好地方，了不起。哎，别客气啊，我问问您，您是山西哪儿的呀？我，哎，我也别说了，嗯，我也唱几句，您一听您就知道我是山西哪儿的了。那我们也猜猜啊。啊，人说山西好风光，地肥水美五谷香，左手一指太行山，右手一指是吕梁。您是太行山的？对了。不对，什么太行山啊？您不唱的吗？这左手一指太行山，那我右手还指了呢。我左撇子，不用右手。那也得说右手。知道，跟您开个玩笑。别老逗。您是吕梁的？哎，吕梁文水的。一代女皇武则天？文水的。革命烈士刘胡兰？文水的。你瞧瞧啊。其实 啊我跟您说吧，咱们山西历史上出过太多的名人。那太多了。咱们山西不光有名人，还有什么呀？煤炭也多，叫黑色黄金啊。咱们山西的煤炭储量全国第一啊。那众所周知，提到煤炭 啊不得不提咱们山西的煤都。哪儿啊？大同啊。说起这个煤炭，您祖父？我爷爷。哎，您爷爷当年在新州地区啊，就是做煤炭生意。你瞧瞧啊，挖煤啊，运煤，嗯，倒腾煤，嗯，人送外号“新州第一倒煤人”。那在当，那叫倒腾煤炭的人。对，倒腾煤炭啊，商人嘛，手底下光那工人 啊好几百位。你瞧瞧，每天不停的挖煤。嗯，那个年代啊，没有什么汽车啊，没有，全是那大马车啊。啊，您爷爷啊，光那拉煤的大马车好几百辆，多大的产业。哎，挖了那么有几个月哦，把那个马车都装好了煤炭，浩浩荡荡就出发了。多大阵势啊！长途跋涉，嗯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哪儿？大同。行了，从新州拉着煤，嗯，到大同去卖，赚钱啊！你能赚得着钱吗？那还是 啊你爷爷到了大同，看着大同的煤矿，也感叹了一句，他说什么？我这新州第一倒霉人啊，怎么那么倒霉呀？